好的，我要怎么试吃呢？这边是一号，这边是二号。你说这边是一号？对，这边是一号，这边是二号。那帮我吃一下哪一个口味你比较喜欢？好的，谢谢我们阿伦伦大美女。好，我现在来吃了，我去边边吃好了。一号跟二号，应该要先吃白斩鸡吧？对，吃白斩鸡的，我来吃哦。嗯，没有味道，它就是白斩鸡的味道，因为它没有什么盐巴。待会我要吃这一块。不对，我应该要先吃这一块才对，因为白斩鸡对白斩鸡。好，我要吃这一块了。我现在还记住刚刚一号的味道。哎呀，可恶，怎么抓爆？看到吃不出差异了，天啊！好吧，暂定一号好了，暂定一号比较好吃。待会比较多，我比较喜欢吃炸鸡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吃炸鸡啊，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。先吃这个一号，好吃，这个就好吃，这个就对了，赞！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它里面很多汤汁。而且又够味，蛮入味的，很赞。我待会把这个吃完，我再吃二号。好，我现在来吃这个二号的台南鸡了。好，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天哪，吃不出差异啊，懂了，都很好吃。我现在都放进嘴巴了。这感受目前还吃不出什么所以然，怎么办？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决定，先录到这边了，好饱，我要变胖了。